本节目由 White Car 视频原创制作。相信大家都有属于自己的豪车梦，但有时候豪车梦也不是那么好做的。就算送一台豪车给大家，也会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因为这一年的保养费愁得焦头烂额的。我们今天就来说说，如果有台宾利天越的话，每年的保养费大概会花费多少钱。众所周知，宾利旗下的车型虽然很豪华，但是油耗和保养费却很贵。那么作为宾利首款 SUV 的天越，在保养费和日常花费上又会达到何种惊人的地步呢？首先我们来看看天越的油耗。既然该车搭载是 6.0T 双涡轮发动机，那么油耗肯定会达到一个很高的地步。宾利官方给出油耗是12升每公里，但是因为路况等因素影响，最终油耗会应该在18升每百公里左右。如果按照目前国内98号汽油的价格来说，这款车每跑10000公里，花费的油钱在20000元左右。天越每保养一次花费大概在几千块钱左右，加上日常的停车费、洗车费、油钱这些，基本上一台天越每年的日常开销至少在20到30万元左右。这还不算平常一些零部件磨损的小磕小碰的维修价钱。面对这样高昂的日常花费，这台宾利天越就算送给你了，你敢要吗？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？